智慧型手机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习惯，最近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也渐渐忘记带速贝伟出门了。除了看时间之外，其实带速贝伟边走一种拍腿位，所以这一站我就要来听朋友的建议，到竹南镇上买一只适合我的行速贝伟。你好，我来做爱去改变速表诶。是我们这边的速表诶，总非常的多样。哇，真的耶！然后非常的特别哦。这个就是客家的四文四草哦。然后你来看我们这只手表，它嘎超牛。嘿，俩俩就里面就是绿色就是青葱哦，然后这外面这圈是豆干。诶，真金诶。然后鱿鱼就是这条表带。哇。好有创意哦、我们设计这一系列的表，其实就是希望提醒戴表的人回家吃饭、哦、所以呢就用客家的四文四草其中的四草来做发展、哦、听完老板的解释，让我也好想回家吃顿饭呢。超有创意的老板，把西文西草当作给西草配色进入素贝尾底度，真的就变成了一道客家菜耶。而且木质的表框更显质感，是不是很符合我小文青的气息啊？老板刚刚跟我说，我也可以体验做一只自己的速贝尾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挑战过，哎，好紧张哦。好，那我的这一道菜，我的速贝尾，阿娘就做好哎。嘿、hey, ，对，你可以闻闻看这个木头，我们有一些、我们的这个木头，好香哦，然后会有一些带有香气，像这一颗是台湾的块木。嗯，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整只表大部分的工艺都能够在台湾做，包括了这个台湾以前都很有名的表壳的车工、那木头的壳我们也尽量用会有香气的台湾的木头来发展这样子。那真的很有台湾的味道、而且会让人家想到家这样子。对，我送你一条哈，带速贝尾，边走一种拍头，而且也是一种提醒，要记得赶快回家。对，想起家里面的一种拍头。自己做的速贝尾更能表现出自己想要的风格，带速贝尾边走一种拍头，也陪伴我时时刻刻都有好心情哦。Thank you.